大家好，我是阿美，我又来了。今天不晓得弄啥子菜了，做一个我朝思暮想的水煮鱼哈，前年都曾吃过哈。开干，准备点花篮啊，吃花篮自然少点哈。家庭条件好的可以用鲈鱼代替。啊，先切一下鱼头，片下鱼排，鱼别乖哈，沾了个菜吧，再片成鱼片。放点盐，把料酒腌制一下。胡椒粉，搅拌均匀备用。捞到粘手以后，放入红薯淀粉，给它上个浆。腌制10分钟，先切点姜蒜壳哈。十克火锅料，不喜欢的可以不放啊。家头条件好的来72颗花椒，再切点芹菜球球。再面带消融，多点蒜蓉，等会儿淋油用。嘿，再准备一瓢豆芽当配菜。阿公点火，要得开干。烧油，再来点猪油，撸起油温下到葱姜蒜火了，再放点豆瓣酱。再放点海椒面，小火炒出红油，在锅边淋入料酒，倒入清水，再放入金针白糖胡椒粉调味，大火烧开。先下入豆芽煮一下提鲜，再放入鱼头鱼骨一起熬煮，煮半分钟以后捞出备用，盖起啊。转小火以后放入鱼皮儿。一片片的放，下入鱼皮后放入芹菜，水开后50秒起锅备用。放入花椒、蒜米、一把干海椒、焦油。再点缀葱花儿吧，这样一份麻辣鲜香的水煮鱼送给大家。就这个水煮鱼片儿，我厚着脸皮问你们要个小红心，你们会给吗 ？Thank you。来一碗我请哦。来来看看。这鱼片片儿还好久没吃了，哎。这鱼片片儿。水煮鱼了嘛？嗯。其实我一般吃的最多的做法就是这个做法，最家常的做法就是。嗯，对。来，我。我买给他们，都买热的，啊，来，要花儿啊？嗯，花儿。我吃了，我吃了。嗯，我这吃的。你咋吃出来？嗯，那还有花儿啊？新的多的。什么多？新的多的。嗯，就鱼吃完，如果常常煮这个茶粉，煮茶粉给你哈。朋友们，今天是我们大家如果喜欢我，喜欢互动的朋友们，我们，我们两个人，拜了个拜。